英雄联盟坑爹基金 TOP 5第30期，第五名，小鱼人拆塔拆得欢，突然转身向左，他要做什么呢？英国树立大仙卡牌一只 WQ 冲向闪现捉，白白被 W 的持续伤害杀死，传说中的神一杀。第四名，女警面临塔下被杀，开启护盾反杀一个神道五级，女大师这么凶，你想干嘛？点死，升到6级，红蓝 buff 到手 ，Q 大招让子弹飞 ，Triple Kill。第三名，有一种幸福叫做有人陪你一起犯二，组队四人组成阴邪小分队，遭遇草丛当路灯的拉克斯，拉克斯大叫一声不好，千钧一发闪现过墙，闪现追。发生什么了？居然一个都没过去，到手的一血飞走了。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反正拉克斯闪现，闪现，闪现，闪现！你们太默契了。第二名，看看史上第一萌超级可爱无敌阿木木 Q 大招，这手速太凶残了。前方稻草表示被坑了，但是阿木木是好欺负的吗？我们走着瞧。白熊和蛇女看着有个空大的阿木木好欺负，追进他，木木开哭反击杀死白熊，哇闪现 Q 拉到小兵，蛇女看得一愣一愣，不知不觉被他打到空闲，阿木木完成收割，木木啊萌死人的双杀。第一名，你见过这种神奇的翻盘吗？蓝队各种掉线，满美表示很绝望，很绝望。紫队推到老家，看到基地掉线的队友，看到即将被推倒的老家，我尽力了，我只能以我微薄之力防守，以我肉体勾引，成功换掉一人。再见了 ，But 见证奇迹的时刻，敌人的水晶爆了。好吧，其实这种事情小仓也经历过，快赢了，发几个投降玩玩，然后队友都点了是，都以为会有人点否，但是没有。可可、山菜，你们还记得吗？